界贵宾逐模仿母亲的装扮甲礼物，颁发予遮由民间乡民共建的模仿母亲。因伫厝内底人的陪同之下，接受这份光荣，每一位妈妈的面上是充满着笑容。人讲吼，婆声愈拍愈大声，妈妈身体就会愈来愈勇，身体愈来愈健康哦。啊，咱每一村吼，拢有推派一位这个模范母亲吼，啊，尤其是咱这农业乡镇，咱这母亲实在拢非常的伟大吼。我嘛常常咧讲啦吼，别人的母亲饲囝真简单吼，啊，若阮民间乡的母亲吼，实在饲囝足艰难，大家拢是安尼用火。我手底皮用肝，啊来咧请囝吼，实在非常的伟大。有啦，欢喜啦，好啦，好。你牙老正啊，老正啊。每一个妈妈拢是谦虚来表示感谢，接受表扬的24位模范母亲，其实背后拢有真伟大的故事。虽然早期农村生活较困苦，不过辛苦才用囡仔大汉，而且拢真有心机，伫社会顶头来服务。对家庭对囡仔付出上加配合。妈今天得这个奖，非常好，尤其是看教育我们这个孩子们，每个都上这个什么呢？高等教育，大部分都硕士了。开心，很替阿妈感到开心，然后全家人都可以聚在这边一起祝阿妈母亲节快乐。我觉得这是，就希望这对阿妈来讲会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。在今日表扬活动顶头，气氛相当的欢乐。民间乡公所嘛，提早向伟大的母亲来表示敬意。记者刘雨欣采访报道。